啊，直过播年呢，没有了，直播，是同学们，终于出来开直播，啊，一个老汉，出来个吊带，过二姐，小一哲这里在直播，你千万别翻过来，小一哲在直播，小鸡一窝火了，小鸡姐蛮猛的。我们坐到这就没有了，坐到这。我要拍合照。不想坐在直播一下。你真的在直播？对，小安哥真的在直播。我还以为你在直播。啊，我没在直播，曲阳在直播。活动已经延迟了五分钟。那个，关了。那个。全关。然后，哎，用那个手机。哇，终于好棒了！突然间好浪漫。真的好浪漫。仿佛真的是。对，真的点蜡烛。我们来唱生日歌吧。大家唱歌了吗？来吧，来吧，哎，来，孔姐出场，领唱，领唱，领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太高了，有点高了。降一下，降一下，降一下。快拿个相机。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许愿什么东西？许愿啊！许愿，我等一下，我这边要配合照的啊。对对对，生日快乐！再见。再见。那么快的吗？不，他们回去都是步履，步，哎，步履。去的快，算哪一块？蓝山，步履蹒跚。等一下，不要关麦。蹒跚。是步履。我要去干我的吧，再见。有叉子吗？别人吃蛋糕啊。你要吃吗？我感觉他还留在这里。陈琳，陈琳，小姐姐，我去找一下有没有叉子和筷子。连叉子什么都没有吗？嗯。可以拿那个墨，你可以拿那个墨镜当勺子。谁的墨镜？我们可以拿 pocky 两根 pocky， 然后这里没有吗？哎呀，我已经把 pocky 都吃完了。都翻过了是吧？我去，哎呀，踩了什么？哎呀，那我们就太烂了。用手吃，思考一下。没关系。直接啃啊，直接啃。好，直接啃。好，对，我来了，来了，快。会不会刀到有？啃。但是这个哪个东西刀啊？要不要切一切？切一下吧。拿两，哦，有叉子，哎，拿两根，刚刚想说拿两根火腿肠。有叉子，大家。这个是要是分类的啊。里面还有吗？对，还有。应该还有。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竹签。有的。还有啊，还有。OK， 来你一根，抓一根，我一根 ，OK， 完了，不用洗了，就这样吧，都差不多。你大大给我一个，哦，他大。好吃。底下还有草莓酱。真的蛮好吃的。很好吃，就是一个牙签吧，吃不太动。我这两天疯狂吃蛋糕哎。疯狂抖鼻镜头。吃一个小草莓。你要涂个嘴巴吗？这是大红，这红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这个硬硬的，我以为这个是什么大番茄，全是弄巧克力。哦，一开始以为是小番茄，然后我要在它掉下来之前吃到我嘴里才行。里面是这种，外面的跟里面颜色不一样。好危险，好危险！你吼，好像星星啊！吼！你们动物模仿大人，我会，许杨玉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猴子吗？猴子啊！还有个，我有乌鸦。哦，这个像海鸥。啊，对。我模仿是星星哎，你有打击到我。海鸥不是听起来更加优雅一点吗？我不会模仿海鸥。好难哦，你先吧。我记得 Kiki 今天还说，在睡觉之前绝对不可以吃东西。还挺好吃的。但是刚刚已经吃了年糕，还有。陈琳居然不来吃，他变了。陈琳变了。陈琳在用功念书。嗯。念什么书啊？最近。不知道。他在读英文。他学什么？我也听不懂在讲什么。嗯，蛮好吃。大家都不吃，因为他们已经刷完牙、洗完脸了，嗯，准备睡觉了。只有我这种人。嗯，本来应该可以早点睡的，但是大家呢，都为了等到这12点这一刻，特别感动。
然后从房间里面出来。我们现在住的可以说吗？这个，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吃的好嘞。都住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但是房间不一样。戴萌房间传来剪片的声音。对。陈琳，你不吃吗？他肯定也是刷完牙了。考什么英语？计算机，我辅导你啊！过来吃点。太你要吃吗？我觉得辅导太弱智了，显得我很傻。我现在有两根。是一个人一间吗？不是，房间有限，我们大概是两个人一间。嗯，不告诉你我们谁跟谁住。你说晚了。哦，不告诉你谁跟谁住啊？什么？没说完。说什么？我以为说不告诉你们几个人住。哦。哎，但是。哎，没事，你把那个屏幕里面，你可以那个电动牙刷你反正可以多刷几次的。好，你电动牙刷多感受几次。对，多感受几次，你这样子更值。哎，我吃饱了。外面那个不好吃吗？外面的好吃。好吃，怎么都被他看见你的手臂这么的粗，我们吃的好粗糙哇！里面是什么？手臂入镜，老是弄里面是那个酱爆浆的那种，里面爆浆流星，流星，虽然有一点点看起来流星，流星，流星，看起来好像是未来美，好像什么东西。我再吃一口。没有，我们不告诉你们这次怎么住。哎，这什么？这是草莓啊。草莓。不告诉你们。这次也不是抽签。不告诉你们，我们怎么住。不告诉你们。不可以刷。草莓不错。草莓在哪？草莓在哪？草莓在蛋糕里面。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我们第一次住在一起的那个时候。哎呀，我真的。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人还多，就是。人多就有一间房三个人这样子。也是可以的。但是这次有时候有楼上的楼梯，好好。但是上次有上下铺啊。我们在客厅吗？对啊，你没看我在客厅，我跟许瑶一桌已经是承包了这个沙发很久了。然后你们跟谁住也不能讲啊、哦。没讲。对，不能讲。没讲。他们刚刚还说不是很想知道。太狠不堪。不会。讲辛巴，你在说我吗？你是蛮像的，没有离开，是我只有10%的电脑。我睡过头了，我现在不像了。八，你像那个谁，那个谁，刀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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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的。金毛狮王。姐姐，你有充电宝吗？我现在是黑毛狮王。在楼上。对。哦、你以前是金毛狮在充电。不是。我的充电宝在这里。是啊，不是。小一觉得这是你的线，不是充电宝。对啊，我的充电宝呢？刚才在这儿的。我的充电宝在房间充电。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在 P 图，我 P 到现在还没 P 好，因为我们之前去吃饭逛街。你还没发微博？去拍东西。你是不是要发微博？我溜了。我不知道哎，明天再发吧。要不你发原图吧。啊？怎么？我还没有发微博，刚刚的照片呢？在他的手机里。他刷到你先发群里，我哭。为什么我这么黑？你看我们俩手机。你可以发上海时间的小姐。你是屏幕暗吧？还有半小时。哦，对哦，那大家。还说你是。那白了吧。这样你别 P 了。那为什么？你要不就发原图吧。我再检查一下。弄出来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嗯。我的跟他的画质应该不一样吧。不一样，为什么会不一样？为什么会不一样？就是颜色，我觉得是滤镜问题，它应该调不了滤镜，你应该就是手机的问题。它那边的白。你可以调滤镜啊。我不能吧？不知道，我随便说的。没有啊。我看一下。是你，哎，对呀，你为什么这边有种灰蒙蒙的ins？有一种高级灰蒙蒙的高级感，高级灰的感觉。高级，我这就是。哦，这边可能没有头顶光。那边很温馨哎，你这边。我为什么？你这里有头顶光，它这里没有。哦，这样的吗？嗯，努力头顶。我最近笑嘴巴有点歪，怎么办？好啦，哎，可是我不知道发什么微博呢。我是可以发今天刚才的合照，然后还有其他照片，之后明天有时间再发吧。拜拜拜拜，因为谢谢大家，因为今天呢也算是一个普通又不寻常的日子。嗯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开始训练了。OK。
拜拜。放开你后面的男人。生日快乐。这穿成这样你还说人家是男人，有点过分。这样子看的确有点像穿弄工装背心。你项链要不要挪个位置？我项链是很快现在啊，转到这边来了。他开始营业了，开始三百六营业。OK。你老公穿了个，哎，你看这身上好像穿了个肚兜一样，你看看。吓人。你开始还没好、啊。我要充个电。我现在没办法。哦，这个蛋糕有点。我真的不想。从楼上爬下来。这个蛋糕有点。没事，我的充电宝在这里，只是我忘记放哪儿了。这个到底是个啥？应该巧克力啥？那这应该不是。找我的巧克力。我躺上去。你们不会今天晚上要住在这里吧？有这个想法。你洗澡了吗？我洗澡了呀。这个厕所刚才你。我觉得。对不起大家。没洗澡。对不起对不起。差点进入进。哎呀，你已经入境 N 了。这个不要拿碗，拿这个碗，不要拿碗，碗太滑了，拿这个。你好疼，你们没事吧？好像那种炸鞭一样的喜庆。这个好好吃，拿这个吃点。真的，这虾肉很舒服哎。那头不好拿，我还没咬这个。很好吃吧？这可是我最爱的肥肥。我们没吃完，要不再吃？我来看看你的那个滤镜如何，这个差一点。小静姐，你有没有带体温表？要量了现在。来一个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那个啥，我太冷了。你如果觉得韩国地铁好冷哦。我在韩国。要带外套的。我在这边。来，现在直播一下你体温多少度？对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赵月，哎，是来赵月的酒，我今天看了赵月的酒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赵月的体温。多少？什么？看不清。36.1度。耶。好的。每个人体温。哎，灭了。来看一下你看看我的体温一定很高。你干嘛？这样可以升高真的假的？你是在做梦？哇，这个好方便哦。哟，你们俩是一个温度哎。喂，联盟，照片。我这还可以一个温度，好厉害啊！我也要量。我们俩现在同等温度。奇怪的，一个量全都要量。我摸你。吃饭，所有的人都要吃的。天哪，我在这里。哎，温度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你手比我要冰？对，我打个电话给我吧。他四季都是冰的。我也是。你这个怎么回事？你摸，哎，你测测我的脚，说不定温度不一样哦。对啊。哎，听电话。他冰。36度。我36，又36度。对，我测测。你测哪？测脚。所以他没有坏脚。不好意思。不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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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轻。哇！我要 AI。太吓人了。那我要高0.1度。好。来测测我的脚。我不要。可以测脚的吗？我不要。那就这里。我不要。好。取消，我发错了。来吧。方便哦，我下回也要买一个这个。那就换一个地方。它速度是不是？那张月的鼻子可能不一样。这是什么测法？真的是。为什么没有收到你？35.4度。你看，就不准。啥鼻子嘛，鼻子35。来摸摸我的手掌。这跟近不近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近，它会传得快一点。我们都没收到你。35.7度，你看，这不正常。靠近一点点，我就收到我。你俩在干嘛？好胖啊我！一个人躺在这里，一个人。哇。这个照片给他。阿阳。我热难受。发现一个。你赶紧睡觉吧，我在干嘛？滚啦！各位小主们，请这是我们要生活几天的宿舍，你看这个地上。我们都会整的，我们会整的。我们会整理的。我保证。对啊，他们说他们会整理的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不用整理吗？你刚才有吃。都不会收拾的。没有，不是很乱吗？还好吧，就是啥，就在比较有生活气息。这个在家里，我会被我妈打屁。这连一个那个都没有。我妈。不开。难怪你会脚受伤，你看你的什么东西都在地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不管了。说的也是。
说的有道理。天哪，你们怎么做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一片狼藉。你去看看我房间。你们结束了吗？你们的直播。这里还，他这里还有。我要去找你妈妈好好聊一聊。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刚今天刚到，我们还没有完全整，等明天开始这新的生活。等明天开始就会更乱了。明天开始。我来的时候，这个房间还是。现在还没把东西拿出来。没有办法。这没有办法。不是我们。因为张勋不在呀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真的是胆小包包，你不可以，我可以这样子奴役他。我没有奴役他。你刚刚说远离你这个房间。因为陈琳也在上面念书啊。因为陈琳不在啊。陈琳在楼上。因为陈琳在忙啊。陈琳要考试，不要打扰。我们没有打扰他。对，我已经给他腾出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学习环境。我们还没开始。收红包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先 P 个图。学姐，我会补给你的，我就不给你发红包了。现在还有谁生日没过？香肠炖。就剩许瑶了，好嘞。对，我每次生日都和大家不和大家一起。那你在哪？你是？哦，你都在家里。哦，你那会儿应该。我在宿舍一般。应该他不在。唉，没关系。为什么房间会这么热？人不在，红包到就行。红包人不在可以，红包到就可以。我就不用勉强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贴小花花这里。哎，快说回赵月那个耳钉的事情，我今天看到他的凶器。大家知道那个耳钉是一个怎样的耳钉吗？是个这么长的耳坠，我以为可能就是一个钉。然后赵月把脚拿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耳坠已经陷进去了，然后还这样子掉出来，掉到他的脚板上。而且我是昨天，我心里想，怎么可以就是插进去呢？我如果是我的脚皮很厚。那我昨天晚上想着你是前脚掌，那会更就是你今天是后脚掌，我以为是前脚掌，我天哪，都好恐怖。反正都很恐怖，而我昨天是买完那个周边，我很开心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从床上蹦起来，我好了要给他们拍照了，然后叭一下子踩到那个耳钉。问题是你耳钉为什么掉在地上，还是那个朝上？为什么是这样子？朝上？对，奇怪，就是我昨天我们那个凳子是个圆的，但它中间是个空的，然后我那天就是前天戴完这个耳钉了以后，把它放那个凳子上面，然后昨天我就要吃那个炸鸡，我要坐那个凳子。然后就把那个凳子搬过来，然后就发现，哎，我放这里的两个耳钉怎么变成一个了？然后往那下面看，我说，哎，也没有看到那个耳钉去哪里了呢？然后就先没管，然后搬到旁边去了。然后直到结果他还是在那个地上，在那个离我快啊！给我比比看，谁是足球运动员？谁是足球运动员？变相吧，你现在，你这个太过分了吧！狗蛋！你太过分了吧，这个。不是。我看你的手，看你的手。干嘛？手还好吗？手哪里可以看出来像不像足球运动员？不是啊，就是。啊、哦，我做了，我做了去那个脱毛。啊。为什么不做全身的？最近才第一次做，先从手开始尝试好吗？我也没有资格说你了，因为我全身都没有脱过毛，非常的吓人，我仿佛像个猿人。嗯？什么？这些花我能摆回去吗？可以啊。哎，我昨天把阿红吓到了。这个花就不应该拿出来，太聪明了，我找到了。啥？试试就可以，你看，选择一位，然后，厉害吧？对，阿红真的吓死了。我当时那个耳钉扎进去了以后，我把它拔出来以后，我说不太对，不太对，不太对。然后阿红说什么东西不太对，然后开始飙血。对。你们两个要学习一下急救，你不能直接这么拔。好，关直播，再见 ，everybody， 辛苦了。看。睡觉吧。睡觉聊，刷刷牙，睡觉聊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直播，明天也不会播了，拜拜。明天也不会播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是吧？有空再播吧，看情况其实。明天可以直播呀。你这是吃不完就扔冰箱。明天早上。